等一下哈，带妹妹去再看一轮，再去解释。来，有错的朋友们在下面留言，下一次开直播吃屎。你们应该不会害我吃屎吧？他一人拿两粒，你看几怕给他吃到。哪有，就它是连在一起的、啊。可以发掉了吗？没有看到。吃屎哦！吃屎嘞！吃一口啊，吃一口。还有我以为老板哦，他会被炸哦。嗯，我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rles。Hello， 大家好，我是摩娜。欢迎回到我频道，没有订阅朋友们记得要订阅、打小铃铛哦。叮咚叮咚，今天因为大家看之前不知道都知道摩娜的妹妹从中国过来这里玩，顺便来看她嘛，所以我们就想要带中国人去吃我们这里的自由餐榴莲。到底会有什么想法？其实摩娜也没有真正的去吃过它，自由餐榴莲好像没有。没有，我买的。就是她每次就是买一粒这样罢了。现在就给他们中国人感受一下马来西亚还有中国的榴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虽然摩纳有讲到很多次，可是现在我们让100%的中国人讲一样东西，因为他已经有50%是马来西亚人了。有啊。可是我妹妹其实她很经常来马来西亚，她有吃过很多次。哦，所以现在我很尴尬。对，所以她到时候可能比你还懂。可能哦，我不知道啊，可能你比我还懂，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榴莲的人，可是因为小时候吃过榴莲发高烧过。我就有一个阴影在那边。其实我是很喜欢吃榴莲的，他每次买还是叫我吃，然后我就讲，我怕发烧，他讲，吃一点点会发烧没那种感觉啦。可是这一次花好钱就要去到玩，然后到那边现场的时候，我们给人知道我们有几个人，然后看我们可以吃多少粒榴莲，这也是一个挑战来的。OK， 所以马来西亚的文化榴莲，我们 Let's go 吧。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 SS2， 所以 SS2 其实有几间榴莲自由餐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一里就是 The King， 还有另外一间是那边啦，可是看起来那边比较多人，所以还是去那边试一下。有来过这间吗？对啊，带你去吃一下。其实我也没来过。对，因为这个也不是榴莲季，所以我们就去 try 一下看好不好吃，走吧。这里是 SS2 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专门吃榴莲。1公斤，他们那边应该只有一种，这里有很多种。这样多少种？这个好小哦，你看。这边是比较不高嘞，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圆呢，没有很畸形啊。反正买最贵的就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妈的，两粒小粒的都已经105块，好贵哦！我们错了，这里不是自由餐，这里是你一粒算一粒的，所以我们去错地方了。另外一间我们看好像没有什么榴莲，所以就决定来这里 try 一下了。啊，这里有那个榴莲的煎炖，所以就叫一个给我们试看。我觉得这粒比较好吃，肯定是这粒，因为黄色的比较好吃。要脱戒指，不然有那个味道呀。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吃了。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没？这个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开出来要好吃一点。可能这种会比较好吃。OK 啊，你拍啊，你讲一个好吃的，你们就试那个。那个应该会苦，这个是甜的，看。苦的更好吃。哇！我这完美。苦啊！这个比你更完美。苦啊！我咬一口啊。哎，吃到很恶心。你还好。这比较好吃，因为这是比较苦心的。你之前吃的也是这个味道吗？嗯，是吗？对。有在中国吃过榴莲的吧？在中国没有吃过猫山王，基本上就是泰国的金针榴莲。我不喜欢吃那种甜，中国的猫山王超贵的。因为他们运整粒东西结冰啊，然后运去中国嘛。可是很多在中国的榴莲是泰国的，可是也有马来西亚的，可是很少，很少会拿到。我只有几个人，7个人。然后英杰是没有吃榴莲的，所以有6个人，看我们今天可以吃多少粒。好了，佩君他们可以吃了，他们等了很久。是啊。我要吃苦的，我嫌弃哦。人生很苦了，不要再吃了。对，我全部人吃饱之后是要吃苦的。他以前是专门要吃甜的嘞。Oh shit， 怎么办？怎么办？你应该很少吃这样新鲜的吧？对。你们之前卖榴莲的时候不是更新鲜？哦，是，忘记掉，忘记我们以前有卖过榴莲了。要啊，卖啊，卖啊！等我有空我就卖榴莲了。到底能吃多少粒？你觉得两粒饱？我现在是觉得有点腻啊。还没有。那我这个样子就觉得是榴莲不费啊，亏死我！我跟你讲，因为如果是自由餐的话，他可能没有给你这样好的榴莲吃。我还是喜欢吃这个。哎，苦了还有一粒。不够吗？不够再开。哦，你够一次吗？你不够我们再去开，你要自己选嘛。我叫你挑榴莲啊，
看两样东西而已。刚好的比较新鲜一点。基本上是这样，然后还有看外表的颜色，这种就是比较深色的，就是老树，就是可能是30年以上的树才会这么深色。然后那种绿油油的，就是新树。那这种呢？这个也是属于老树的一种。可是是比较黄，那就更老。比较黄，就是这种黄黄，像灰灰这样。绿油油的就是新树。如果你讲错的话，讲错我吃屎。吃屎哎、欸！大家 ，OK， 专业人士如果他讲错，他吃屎啊！我卖榴莲呢，等一下他带妹妹去再开一轮，再去解释。来，有错的朋友们在下面留言，叫他去吃屎，开直播吃屎。你们应该不会害我吃屎吧？这好喝啊，这种香爷。大家他们喝不到爷的味道，有吗？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也不喜欢的。有这倒贴上面走一粒。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喝椰子。那都会开，而且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弟弟有给我一个椰子汁，然后那个椰子汁是超甜的，这种就不甜。你吃的味道呗？我在马来西亚喝的东西，椰子都没有喝到甜的。不可能甜的吗？因为没有加工过。你是买整颗椰子还是罐装？整颗。整颗啊，就是那种可能泰国运过去啊。泰国香椰嘛，那我有拿去烧过。如果没有哎，没有的话，他就是。他一人拿两粒，你看他几怕给他吃到。哪有？就它是连在一起的。可以扒掉了吗？没有看到吃屎哦，吃屎嘞！你看啊，这种比较深灰色的就肯定是老树的，然后这种青绿绿油油的，这种就是新树。新树，新树的榴莲呢会比较偏甜一点点。你要吃苦的，就会找老树，发现率再苦的话几率高。然后再是再告诉你，就是看它的心咯，看到吗？这种心它还有水分，就代表它还是很新鲜。如果是这种干柴柴的呀、啊。就是放好掉了很久。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拿榴莲呢，就是我们会看它的底部，一个星星肯定是猫山王嘛。哦，它通常的底部是有一个星，如果不是星的话，那就是猫山王。对，然后你看到这边它开嘴巴，为什么开嘴巴呢？就是其实它已经不新鲜了，看到吗？已经是干的。榴莲还有一个仙法呢，就是你要摇它，你摇它有晃动就是它熟了。啊，你摇一下，没晃就是没熟。晃一下，就有点刺。有感觉到你们在晃动吗？有一点点了。啊，那个就是榴莲成熟了，就是可以吃的那种。基本上是选这样子。我挑一下，我挑一颗好不好？挑一颗，我挑一颗，然后我们再选看谁的好，最好吃。好纠结啊！就这个。哎呦，我养的鸡啊，妈呀，还有没有？感觉颜色还不错。这个颜色还不错。你谁呀？没这么多。里面是个，就不让吃个。我的好吃，你的不好吃。为什么？因为我的美。为什么我的形状也很好啊？最后还是要看那一部。哪一部？就是那一张，最主要还是那一张。还是你要挑多一粒？我不用挑了，不用挑了。他受打击了。他会补偿给你。阿Q 一人选一粒，他的比较没有这样好吧？怎么阿Q 没有出招？他们比赛两个看哪一个。能不好吗？这个是谁啊？这个是我挑的。这个应该是好的吧？补偿的。补偿啊！对，他不让摇晃。如果我摇了，应该不会选这个。好的，那个也黑掉了。坏了吗？不坏。不好吃吗？有点甜，好甜哦。哦，那太甜了，不香。这里有点水水的。其实我是看到有点水水，感觉有点。对的。啊，可是它的味道是 OK 的，看起来不好吃。OK。其实它里面吃出来是果香的，然后这个是完全甜的。可以。里面有加醋啊，我要做嘛？吃屎不是？不要吃屎！踹一下这里。怎么你不要踹那边？没有，我就是。你拿这个啦，你拿这个真的很好。这一颗是守在篮子那边。这个应该可以打败球。没有太甜了，对。这些我都不喜欢。不想服。杨，你觉得你自己？太跟你。还可以呀。硬哦。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猜我们这一顿多少钱？来，波浪先猜，五粒加买水，600，加买水650，你觉得呢？700，500，550，我本来是要猜600，给他们拿，算了 ，OK。所以我们看揭晓那个答案，然后谁最靠近的话就要给钱，所以离最远的嘞，500，哎你，干嘛？这样子算哦，我赢了。七百我赢吗？哦，525，哇！
我来。喂，很难得他给钱的，肯定收起来了。什么难得？你不要去抢啊！对，老板娘。对，我最接近，应该我要给钱。我输应该七毛吧嘞，输在七毛。你输在两毛吧，应该是吧？因为我知道七毛就是七毛，因为头头那两颗是最贵的，然后后面的是有八十多、九十，然后六十多。然后我最后一粒那粒哦，其实是最便宜的，我就是最好吃。OK， 我们要去下一站吃东西啊，来吃吧。你要拍照，还要拍照哎。坐这里。坐这里啊，我们滚了。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另外一边吃晚餐。其实我们把它顺序调乱了，我们应该要吃晚餐还是吃那个榴莲，这样我们就不用花那个榴莲花那么多钱。好会算啊。然后我们就来吃泰国餐，因为我们这几天也是有吃马来西亚的一些本地的东西，然后不可能来这里吃中国餐嘛，那种感觉啦，所以我们就吃看这里的泰国餐，我没有吃过 SS2 了。然后应该不会哪一次到哪一次，我觉得啦，因为我觉得牡丹大是不会不好吃的，应该都是好吃。然后我们有加一个鸡包。可以 try 一下，然后就给妹妹 try 一下泰国。可是我觉得她比我们更懂，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手。OK， 那我们等阿东也来一道，都尝试一下那个味道。试一下阿东要。好吃嘞，可是我觉得可能它东阳太过烈有点咸，我觉得要掺清汤，它没有很辣的味道，比较咸，可是 OK 的味道，我还是算是我喜欢的味道。要不然要吃开来的肉片先，我那在忙。你在看我们影片？是啊，你在忙。为什么我上镜这么丑？大火，大家，哦，哇，怎么会冒火的？哇，它的火很够烈哦。要很注意耶，是啊，感觉很容易糊。嗯，好吃哎。哦。哦。哈哈哈哈哈。啊，等我们的肉熟了过后才拍给你们看，再试下味道。呀。哎呀，酱。糊掉了。吃喽。我这个鸡巴也可以。OK 啊。好吃哎。你吃了哪个酱？我两个汤圆。OK。可以啊。好，但是我看着我这边帮助继续点个汤。OK 啊。个人口味，个人口味，只是因为我董伯拉觉得还好的意思，是因为它的肉会比较厚一点，对吧？它会比较难咬。有可能我们吃的巴生的那间太好吃了。对对对，不一样不一样，可是这点也是 OK 的，只是它的肉有点厚吧，可是其他的都 OK。哎，我被拿起来了。味道不错，糊掉了。嗯，喝吧。我还要搏一下，来不到五秒吧，直接熟。每次知道的是讲，火不够够力，但是知道火够力又要咸，很难的。应该比较好吧？我不会，看会不会再起火？感觉突然着火。看我第一个锅直接黑掉，现在还没有着火，所以就比较控制得到。可以继续吃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吃饱了，然后就要回家。回家我们要开会那些东西就不拍了啦。然后看明天我们要去哪里，再继续这个 vlog 吧。我们过后再见 ，Let's go。OK， 今天是第二天的晚上，然后我们今天有做了一个举动，就是要帮我们的嘎嘎庆祝生日。其实我们嘎嘎是2月18号生日的，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 camping， 然后一大堆的东西做，所以我们现在补办一个生日会给他。对。
本来他是不懂的，我要给他惊喜了。可是那些我的员工他们不盖他，来跟他讲生日快乐，哎，显掉。可是他不懂，没有带拿蛋糕，然后会给他一小红包啊，给他看他表情啊，然后我们带他来吃他的巴黎餐。厉害的家乡是在巴黎附近的，所以我们就找巴黎餐，然后带一次，然后看好不好吃啊，顺便看一下。走，我们现在下车吧。真的好感动啊！真的好感动，被老板了、啊。很感动啊！好感动。所以你要吃多一点。啊。吃多一点。吃你的餐。对，我在家里，我说自己棒棒哦。胖胖极可爱啊！肯定，如果没有我们中胖的，这样子显得他们众人瘦呢。哇，刚刚还有木棍的嘞！来来干！耶！还没有拍，不要吹灰。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加个微信。不然要不，我给他看那个什么。哎，可以吗？没关系，有听到。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给他的朋友我们的 YouTube， 然后让人家给我们按 like。我以为你们在交换电话号码。不是，我没有给他。刚刚很贵哦。哦，对啊，交换了我是。吃了什么呀？吃了什么？莫拿。你讲到这样大声，不是？哦，是。来，刚刚你坐了。坐着，坐着，过来，过来，过来。我们唱，来来来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Gaga, Happy birthday to you。耶！生日快乐，许愿，许愿。第一，我要跟上帝说谢谢。因为还给我们身体健康哈。第二，我要跟老板、跟 mem、跟大家说谢谢，因为对我很好了哈。谢谢大家，谢谢。耶！耶！耶！生日快乐，大家！签一个。你们签一下就好。OK。OK。这样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等下拔掉。外面是那个。OK。拍个大。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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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不要，然后吃那个第一次摇杯面吧，吃一口啊，吃一口。还有我摇杯老板哦，他会被炸哦。谢谢，好吃。都我们已经吃完了，所以我们要结束到这个 vlog 了，一定拍了两天两夜，加起来是啊。OK， 我们结束今天影片，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要订阅、分享、留言、按赞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